还好，来，我们两位一起看一下正前方，来，往左边，好，两个都靠背板一点点哈，谢谢这个资源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正前方，就看到邦内，当然想说，哎，怎么会是台语专辑呢？是的，没有错，他就是出了台语专辑，这张专辑磨了10年的时间，磨了这个哈，等一下来跟他好好的聊一下。好，我们讲座拿好哈，两位统一视线哦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右手边。那在今年这张作品入围了3项提名哦，年度专辑、最佳台语专辑，还有最佳台语女歌手。来左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左手边这边好吗？请看一下这边哦。来左边后面哦。好，来再请看一下正前方好吗？好，看一下正前方的中间后面一点点。两位可以更开心一点吗？好，动作可以大一点点哦，哈，好，很累是不是？好，来右手边都可以了吗？都可以了哈。好，我们这个最佳台语专辑奖的得主，恭喜巴奈。好，我想这个刚刚从这个走星光大道就是一起，这张专辑非常开心跟志豪老师一起合作，对不对？嗯，来，是。讲一下那个心情啊，小孩写是，嗯，自己写、自己编、自己制作，啊、然后最后负责唱。对、啊，这个是你个人的第一张台语专辑。对对，这个而且听说磨了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啊。嗯，14年。14年，怎么样呢？心情你中间有想说怎么这么慢吗？有啊，当然，嗯，已经想过，也挣扎很久了，是，然后也做了2-3个不一样版本。都砍掉了，就打掉重做啊！对对，打掉重做。哇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在很快的时代里面做一件很慢、很慢、很慢的事情，是，其实很爽，就是顺着走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我也很庆幸，就是人生可以花了这么大一段时间做一慢慢来做这件事，然后拿了金曲奖，对，然后跟巴奈这样一起走14年，真的那个获得的。不是一点点而已，是有获得了很多吗？彼此获得了什么呢？因为小豪是一讲的故事，拢阮细汉时阵的故事啊。啊，即卖真正较少，参像我今年衫亚伯，对，这个是蝙蝠装。为什么说这个是蝙蝠装啊？啊，就这个啊。啊，我懂了，因为专辑就在这里嘛。的朋友，明书台11线。Open Studio 帮忙做的，是做了那个蝙蝠眼睛哦、对，就是很土地的故事、啊。是，我今天走红毯的时候，拿了一串的稻米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很想要谈这块土地的事情，借由音乐的力量。我觉得其实任何一个地方都一定是从很不进步的地方慢慢走到现代，是。那我相信我们也是，我们曾经路上是有牛车，然后没有柏油路地。嗯，它其实短短的一段时间就来到现在哦，有手机很快，大家穿得很漂亮，随时有冷气可以吹。嗯，那这些需要珍惜。对，我们回过头去看看，然后了解一下我们怎么来的。现在的舒适得来不易，嗯，没错，是哈。而且其实大家真的可能看天乐巴奈就。想说，哎，为什么出台语专辑？其实你有这个念头很久了，所以才酝酿了14年嘛。这其实台语是你的母语，对对对，我母语是台语。嗯，我0岁到6岁拢讲台语。嗯，啊，7岁才关灯回去部落去学校，去国校就讲华语呀。啊，才说国语，而且这张专辑很特别哦，就是跟一般台语专辑不太一样，它有一些爵士乐。对不对？有一些有一点爵士，然后又有一些这个比较传统戏曲。对对，就是一个其实很像我们的生活啦。嗯，我们台湾的生活。我要看前面，看前面，不好意思，哦、好看前面、嗯。台湾的生活、就是、也是多融合嘛，对，非常非常多种的元素，就像语言一样啊。包括刚刚提的，大家会觉得说，哎，他的认同是原住民，可是他的母语就是台语，是台语。那、啊、我相信这样的状况，其实，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里面都有。对，就可能。爸爸讲华语，妈妈讲客语，但爸妈来到家庭里突然不讲客语了，然后因为身边的生活台语比较好用，所以渐渐的这个家里面台语家庭、嗯、这是很多元的，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去把它点出来，让大家知道说，哎、欸，其实我们
虽然很不一样，但其实我们也很一样。是，好，那也希望借由这次金曲奖，更多的朋友认识这张《夜泊》专辑，好好的支持，会有很多不同的体悟哦。你一定会听到不一样的东西，一定很棒，真的好。那也恭喜两位，谢谢，谢谢巴内，谢谢小豪老师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